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7号前往加拉加斯以西的军事基地进行视察，并且观看了军队士兵举行的射击演练。马杜罗强调说，委内瑞拉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保卫国家的准备。马杜罗当天在国防部长帕德里诺的陪同下视察军事基地，在帕拉马凯堡军营，马杜罗观看了士兵发射火箭、榴弹、防空反击、坦克炮击敌方目标等军事演练。马杜罗发表讲话称，委内瑞拉军方正准备举行近200年来最为重要的军事演习，通过这类行动将向外界表明，任何人妄图侵犯委内瑞拉领土，委内瑞拉军队都有能力予以回击。马杜罗还指责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自称临时总统的行为是得到特朗普政府官员的授意。同一天，美国媒体播出了马杜罗接受专访的画面。马杜罗表示，与美国政府谈判及与美国总统会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针对部分欧洲国家提出委内瑞拉应在8天之内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的言论，马杜罗予以明确拒绝。他表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没人能给委内瑞拉下最后通牒。